其實呢個協會成立前，都通過董事局一起去傾過，亦都即係冇反對之下，即係覺得係冇乜特別問題之下，係啊，咁所以係可以繼續去進行嘅。我喺我角色上面，穩定嘅待遇其實對球員都係好緊要啦。咁跟住你講緊球員嘅轉型嘅發展咧，都係緊要嘅。咁呢個協會希望喺呢兩方面可以長遠裏面係幫到佢哋手咯。係可能喺以往冇呢個協會，咁大家未有呢個平台可以幫到啲球員。咁啊，因為我自己作為球員，我做過啦。咁啊喺呢啲平台上面，喺而家呢一刻啱啱成立，可以做到嘅就係呢樣嘢。咁當然啦，再大啲嘅方向，都仲需要啲時間去點樣去參考，譬如外國一啲球員協會可以點樣再有效持續咁樣支援佢哋。因為我暫時兩個人嘅召集，我都冇咁大嘅力度，甚至乎一啲嘅資源可以諗到好多嘅嘢。咁但係喺現有上面可以做到嘅就係而家呢個動作啊咁樣。我咁多年都係第一次嘅，即係一班球員係需要支援啦，喺準備開季嘅時候，仍然佢哋未有合約啦，咁係唔理想嘅。咁但係我而家出現咗，咁咪諗下可以點樣支援到呢班球員咯。咁仲要係呢一班球員係有超過10人係 U23 代表啊，亦都香港隊嘅代表。咁所以睇下喺呢度可以協會上面點樣支援到佢喺呢一個月裏面有冇機會，即係最後一張合約啊咁樣。即係國Sir一班教練團好好，即係一個義工形式去幫助佢哋，一個禮拜3課練波。咁我亦都揾到其中其他嘅義工，就係一個運動心理學家啦。咁其實佢而家都 coach 緊英超嘅球員嘅。咁佢願意喺呢一個協會裏面一個義工身份去協助有需要嗰班球員咯，因為球員喺比賽上面係好需要啦。咁但係有啲係可能準備攞張合約準備去比賽嘅，喺呢一段時間心情上面、心理上面會唔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咧？可能都有嘅啲球員，咁咪喺呢度睇下可以點樣支援佢哋咯？訓練上面、分定上面，跟住實質運動心理學上面係咪都可以支援到佢哋？咁啊，會今日同佢哋講呢一個部分。係講翻教練團先啦，即係佢哋都知道球員係暫時未有合約啦。其實包括啲教練自己都係，咁但係佢哋都好有心，即係即刻應承就話：哦，呢班球員係最後機會啦，咁可以喺呢一個月度點樣協助到佢哋？咁佢哋即刻好快應承咗，咁就去一個禮拜有3日教練嘅時間去協助佢哋咯。咁我哋協會就支援場地啊、安排上面嘅嘢，大部分超過2個月冇練過波。咁如果喺呢段時間有球會想試用佢哋，或者係簽佢張合約，佢哋都好難短時間 pick up 翻個狀態噶嘛。如果佢持續繼續冇訓練嘅話，咁我哋咪希望喺呢一個月幫佢哋提升翻個狀態，等佢哋真係有機會爭取翻呢一個合約。暫時係短暫啦，去呢一個係可能佢係唔好彩嘅一群，而唔係佢哋嘅能力唔好嘅一群咯。咁所以希望佢哋就即係要表現自己，可能比佢以往更努力去表現翻佢哋自己嘅能力。因為你入選得 U23，其實已經證明咗你能力，即係只不過你冇合約係一時短時間係受影響或者唔好彩嘅一群。我哋有30萬係撥款落去喺而家緊急援助呢班球員咯。即係受影響，成個港超受影響嘅球員，咁佢哋都可以入紙去申請喺呢個協會上面。咁係啦，咁我哋呢個細節會短期內都公布。點樣幫到佢哋啊？我哋其實諗咗好多嘢出嚟㗎。其實有分短同埋長嘅願嘅希望啊。短嘅希望佢哋幫手都幫到佢哋落到班啦，幫到佢哋可以keep 住嘅狀態啊。長遠嘅就睇下點樣幫佢哋，譬如話點樣去成長啊，兼且話佢哋就快踢完波啦，佢下次跟住打落嘅新計係點樣咧？點樣去幫佢哋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有我哋職業一啲叫做職業，又唔好話我哋職業介紹所啦，不過我哋會做一啲嘢出嚟，令到啲幫到啲球員去了解多啲波，即係佢球員嘅生涯之後，跟住點咧？就咁咯。
其實即係佢哋真係個個都係好唔好彩，先至淪落到呢個咁嘅環境啊！我同阿 Carl Sir 其實成年前已經諗呢啲問題，咁行到呢個地步，我就覺得做幾多就做得幾多就做幾多，咁希望可以即係令到今次我哋安排呢個嘅訓練俾佢哋，等佢哋可以俾外界或者足球圈裏邊都一樣關注翻，知道原來仲有一班咁技術咁高，同埋可以踢得到港超嘅球員度，有咩有成十個嘅 U23，即係呢啲球員佢哋真係好唔好彩。不過咧，即係希望呢家我哋做咗呢樣嘢，等人關注得到，佢哋可以繼續佢哋踢波生涯咁咯。好明顯就係今年嗰個對數少咗咯，暫時只有六隊，亦都代表有好多嘅球員而家暫時冇班落嘅。咁呢班球員咧，成日都有啲人會奚落佢哋啊，歧視佢哋啊，覺得話你可能你渣，或者你紀律唔好，得罪咗高層，所以先至冇班落。其實唔係，佢哋好多係好有能力嘅，仲好年輕，同埋仲有個夢未完啊，即係佢哋好想做職業足球員。其實當中佢哋呢一度有好多球員係嚟自對上嗰三年退出嘅球隊，亦都係即係講緊夢想啦、元朗啦、大埔啊、飛馬等等。咁我都自己係一個受害者，其實喺呢啲球隊入邊，我自己都係教練，都係突然間想建立一隊球隊，突然間因為咩原因就冇咗個前景。咁我就自己都明白球員嗰個彷徨。咁所以就同埋阿 Carl Sir 亦都組織緊呢一個嘅球員協會啦。咁覺得呢嚿嘢可以同時間一齊去做嘅，因為佢哋都有啲慈善賽，有啲資助。我覺得呢班球員好需要幫助，亦都除咗金錢上面嘅支援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佢哋要繼續可以練到波。其實佢哋平日都冇乜特別嘢做嘅，都係等緊機會。咁如果咁樣嘅話，不如我哋自發去做一啲平日朝頭早嘅 training， 等佢哋可以 keep 住喐。佢哋其實有好多已經三個月冇踢波啦。咁個進度其實比人哋已經遲咗三個月啦。咁所以咧，佢哋而家pick up 翻咧，其實都未遲嘅。咁但係就會辛苦啲咯。咁但係睇頭先佢哋嘅訓練，好多都係第一冇咗重壓力。第二就話佢哋有啲近嗰幾月嘅屈埋一啲唔開心啊，嗰啲好懷才不遇嘅感覺咧，喺呢一度抒發到，咁所以呢個亦都最緊要。我覺得佢哋係有能力嘅，但係見到今日第二課訓練啦，好多有兩樣嘢，嗰個技術生嘅手有啲 rusty， 我講同埋嗰個體能方面跌咗好多，咁所以即係而家個開始係特別緊要嘅，因為佢哋而家唔越遲 pick up 咧，佢哋啲體能啊技術嗰個只會一路跌啊嗰個 level， 咁所以而家 keep 翻住佢哋咧，等到佢可以有球會啦，即刻要佢哋時候佢哋去到都會 impress 到呢啲球會，話即係而家練住啦，係一個高強度嘅，翻到落球會都會好高強度咁樣表現到啊，原來佢唔錯嘅喎，即係好過而家佢哋現有嘅球會嘅球員有機會㗎，即係所以亦都係調翻轉就話。有球會的球員穿著波衫練波，其實他們都要珍惜這些機會，因為其實這一班球員其實是缺乏一個機會，你如果有球會落的，千萬不要歧視這一班球員，千萬不要覺得這班球員是即係我而家有球會了，我有保障了，你們看你們怎麼算這樣，因為他這些因為你現在有球會而已，今年他只有一天可能你都需要幫助，咁去到你需要幫助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其實踢波其實要珍惜機會。而且例如呢一班球員下年如果落咗球會嘅話，或者今年落咗球會，下年佢哋見到呢一個活動繼續嘅時候，佢會好珍惜，當佢會諗翻啊，好珍惜上年佢曾經經歷過呢段時間，佢會亦都個心好想幫助呢一班冇會落嘅球員。咁我相信經過咗兩年、三年、四年有很多球員可能會落咗去呢一個 category， 即係呢一個暫時未有班落嘅 category， 再落翻班嘅時候，大家會覺得啊，越嚟越想幫助大家。咁但係我見到就話 U23 其實一路十月有比賽，大家都知道。咁但係因為呢個情況，例如嘉榮咁樣樣，袁世傑咁樣樣，佩基自己打電話俾我，啊，嘉樂 Sir 有冇班幫佢落到啊？好想即係因為我而家未有球會啊，但係好擔心入選唔到呢一個 U23啊。
有冇啲咩介紹咁樣，所以佢哋好多打俾我都好想幫佢。梯隊嘅賽事咧，好多時候都係一世人只係踢一次，即係除非你好好波啦，咁啊即係早幾年去入選，咁好多人你 U 廿三其實 U 十九 U 廿三都係代表一次，大家唔好唔記得亞運會咧，下年已經嚟啦。上年亞運會我帶嘅都是 U 廿三，咁亦都代表話今年踢 U 廿三呢一班咧，嚟緊2022年亞運會咧係同一班人，咁所以我好擔心佢哋會 miss 咗一世人只係得一次嘅 U 廿三同埋亞運，咁所以我好想幫到佢哋咧。我新組亦都係其中一個啦，新組我同佢好朋友嘅，咁唔好有外界有時覺得佢哇即係咪人工叫得太高啊等等，其實老實講有很多的入籍兵其實都嘅人工不低噶嘛，咁佢哋都係因為好似阿新祖咁上年攞最佳十一人，咁其實亦都代表佢踢嘅，例如大埔效力大埔咁樣，亦都即係幫到大埔攞到聯賽冠軍，所以佢有佢嘅價值喺度。咁但係我都好想佢繼續可以有班落。其餘球員嘅好似黎培基啊，飛馬的一班球員啊，即係郭志佳啊等等，羅耀聰啊，例如羅耀聰咁樣，上年即係揾到佢入聯賽第一球，咁好多嘢好值得慶祝嘅時候，突然間完咗季就好似冇咗球會，咁我都戥佢好唔抵。咁廣豪亦都係啦，陳廣豪，我諗大家講起陳廣豪都會講起我嘅。咁其實亦都當然啦，即係我只係一 part 嘅啫 ，part of 佢嘅足球生涯，好多嘢佢靠佢自己可能佢去到球會個踢法唔合適教練或者即係未必找到他的最佳位置的時候可能他令到他的表現沒那麼好，但是你見他有能力的嘛，他在元朗那年加聯元朗入了那麼多球而且也都得到香港隊的一個徵召，有一個 cap 帽，不是那麼多人有，所以甚至他都沒有班落的時候，我都很想幫到這些球員，還有很多 U23 球員之前黃志康袁世傑啊等等啦，咁我哋都好多係啦，甚至我之前教過省港杯嘅球員劉浩林啊等等，許宏峰啊呢啲都冇班落，咁希望即係盡量幫到阿邦咯。入選 U23係開心嘅，其實自己咁都叫做最後一屆啦。咁前兩屆其實即係本應其實自己都有得去嘅，咁但係因為一啲原因咁最後都冇去到啦，即係本應可以三屆去曬嘅。咁但係上屆啦，就係講上屆啦，上屆就好唔好彩咁省港杯傷咗啦，跟住之後U23嗰度就去唔到啦。咁因為如果上屆踢嘅話，即係自己踢正選嘅機會都大於U23嗰邊，咁即係冇得去會覺得好可惜咯。咁眨下眼又到最後一屆啦，即係本身可以可能三屆都去曬嘅，但係眨下眼依家得翻最後一屆，咁自己咁啱呢段時間冇班落啦，自己都好擔心會唔會即係。最後一屆都去不到咧，咁本身可以去三屆，跟住搞到最後三屆都去不到，咁即係大家都知道愉園嗰邊啲即係人工仲未追得翻啦，咁同埋嗰度都唔係話即係一兩個月嘅事啦，都唔係一筆細數目啦，咁即係我簽咗同愉園簽咗七個月約，咁我暫時就係收過一個月人工，咁仲有半年未出啦，咁有啲甚至更加差啦，有啲情況可能到八個月九個月嘅時候，咁當然生計嗰方面係有啲彷徨嘅。同埋暫時冇班落都有啲彷徨，但係即係好彩啦，咁叫做入咗名單啦，咁自己都一定會盡全力去攞個正選位啦。咁攞完個正選位之後，就一定會盡力俾曬落去球場度。好唔好彩，港超得翻六隊，咁自然需要嘅球員就比較少啦。咁好多即係六隊嘅時候，佢本身呢六隊都有固定嘅班底啦。咁即係好難會突然之間可以俾到個位你即係俾你加盟咁樣啦，咁自己可惜就當然可惜啦，自己都估唔到，一嚟估唔到自己會冇班落啦，二嚟估唔到有兩隊退出，最後本身八隊即係已經都比較隊數少啦，跟住再退出多兩隊，就得翻六隊，咁就覺得可惜之餘，但係都有啲無奈咯，因為可能個球市暫時冇咁好啦，咁但係自己都會即係盡力去揾班落啦，暫時都未放棄，咁自己都好想繼續踢落去。因為香港的情況比較特殊，好多謝呢個協會搞咗呢、這個，即係搞呢個協會啦。因為其實很多教練都係好義務幫我哋啦。即係其實佢哋唔搞呢個會都得嘅，係啊，即係佢哋冇必要幫我哋啦。但係佢哋而家係選擇咗行出嚟幫我哋，所以都好多謝呢個會咯。因為冇得怪我啦，香港足球因為個環境問題冇得怪。邊隊退出，邊隊唔退出咯？我自己覺得，
只可以怪自己咯，全部嘢都係因為自己而有咁嘅結果咯。即係，但係佢哋而家選擇行出嚟幫我哋，就係、是我覺得我哋都要試下盡最後嘅努力咯。因為佢哋其實都係義務幫我哋嘅，咁就再之後睇下個情況點樣咯。係啊，咁就盡咗自己努力先咯。依家冇辦法，係啊。可能半季或者下年，甚至乎睇下有冇機會出外試下咯。我自己就覺得係啊，因為佢哋都其實幫到我哋盡㗎啦，係啊，佢哋所以都係keep 住操住先咯，操 fit 翻自己先咯，係始終都停咗一段時間。